到时候怕是想象都没有机会了。好了好了，都别笑了。碧轩，你的身体才开始愈合。碧轩，你的身体才开始愈合，这两天怕是不能下床，而且一些吃饭喝水的小动作也不能自己来。过了这两天，相亲就可以自由行动了。那个，你们忙着，我回去通禀一下，免得皇上担心。李公公，您转达碧轩对皇上的谢意，谢皇恩浩荡。哎，放心，我一定带到，您好好休息吧。此刻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半分。任何人，其人，碧轩求你一件事。君子之交，你我何言求字？只要你开口，我定然竭尽全力。我求你，我求你救救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叫冬儿，跟我比，他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，我想你跟着冯嬷嬷去教奴房一趟。碧轩姐，你这太为难张玉意了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那教奴房是不允许男子进的，无论是御医还是侍卫。那我们就把冬儿接出来，接到这儿来。可是雷嬷嬷，雷嬷嬷和瑾妃已经被打进天牢了，现在教奴房掰掰手指，我算最大的，这件事儿我办。什么？瑾妃也被关进大牢了？看来冷傲天并不只存在那一点点怜悯，他或许动了真情。当时你已经昏迷了，皇上紧搂你在怀里，看上去非常痛苦的样子。瑾妃本想让瑾妃退下，却被皇上拦了下来，和雷嬷嬷一起被关起来了。我想皇上还是很重视你的。是吗？可下旨将我杖毙的也是他。哎，不见得。当时皇上的样子似乎不知道要受刑的是你，给我感觉那个心扉好像也不知道似的。看来这其中的纰漏定然是出在苏曼河那里。冯嬷嬷，事不宜迟，你和小安子现在就去叫奴房将冬儿接到这儿来。我怕他，快去。他在哪儿？碧轩，冬儿。你放心。说了，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他半分，除非我死。